满清康熙期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公案大剧《京师公案》，看江南第一清官施世伦如何知人善任、不畏权势，结交江湖义士，为民除害。看似曲折离奇的悬案，却在嬉笑怒骂谈笑间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，为老百姓找公道。范明、赵景道、韩栋、陈沙利、郭珍妮，大人，您怎么老喜欢跑这里？这些都是死人，再也问不出话的。死人不但会说话，而且会说实话。我要判你八次死刑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全新的明星阵容，最幽默的精彩剧情，龙华新云台《京师公案》。